好，来讲一下这本书为什么叫幸福 TM。TM 是注册商标的意思，就是政治标记。以后你用到幸福，他们在原文书里面都会写一个 TM， 就是你必须把那个版税给那个老板，就是他老板非常会赚钱，他把幸福 happiness 这个字去注册了。所以以后任何的书只要提到图帕索利的幸福，他们就必须付钱这样子。然后，可是他以为他的老板会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中，而且你知道他们整个出版社都变成图帕索利的怎么讲生产线，图帕索利语录、图帕索利文集、给孩子的图帕索利食堂课，一切都可以做图帕索利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开始卖大师。然后呢，可是他以为他的老板会很快乐。就他老板一直不快乐，他们全公司人都走光了、欸，就是大家都去钓鱼啦，大家都幸福啦，我们都不需要上班啦，我们干嘛上班呢？我们就去木树田里面追求我们的幸福就好啦。连副总编辑都走了，带他来干嘛？然后呢，结果他要去辞职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的老板说，回头跟骂他老板一句脏话，就他老板超开心的，就跟他喝酒。因为他老板说，我太久没有听到有人骂脏话了，他老板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所有人都得到了平静。我们是不应该骂脏话的。结果呢，他就问他，他老板就问他说：“你自己是编辑，你看过那本书，你为什么没有被他影响？对不对？因为只有99.9%的人会被影响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因为编辑看待一本书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书都是看一行一行的字，我们看的是结构，不是文章。”就是，所以他因为这样没有被影响，他就问那个老板说，他就问出版社老板说，那你为什么没有被图帕索利影响？他就说，我觉得那家伙根本是鬼扯，因为他说他看到一段，他的老板是一个秃头的先生，他每天都非常费力的在研究如何让自己看起来很好看，这样头发蓬松。就他就说他看到那个图帕索利说要拥抱秃头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家伙讲的根本就是废话，因为我很喜欢这段，他就说我有关节炎，我的头慢慢变秃，而我对这两件事一点都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叨叨絮絮的提醒我，我终将意识这不是我们应该掩盖跟美化的事情。因为图帕索利说我们要拥抱这一切不完美，我们要拥抱肥胖，要拥抱秃头，要拥抱各种。可是不是的，那个只是表象。比如说女生很斤斤计较在乎我们的那一点点肥胖，不是那一公斤，那一公斤或那五公斤代表的意义，其实是我们老了，我们的代谢变差了，我们变老了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双下巴，我以前没有。然后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不再被爱了，因为我们不再那么的可爱了。所以我们在乎的不是那一两公斤的事情，也不是你真正拥抱它就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事实上你就是一天天的变老嘛，就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然后他就说，人难逃一死，不是该拥抱的事，绝对不是该庆祝的事。就是他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不是长事情，不是长这样子的。然后他们在讲说，这段其实是他想要挽回妹的时候，他就说，生命，对不起，漏了一个字。他说，人生是多么的悲哀、短暂，结束的又很快。我们为什么无事瞎忙？我们为什么想要弄清楚自己是谁？我们为什么这么执着于鸡毛蒜皮的小事？因为这些芝麻绿豆大的事这么重要，这么根本。他就说，让人值得活的不是终极的幸福，而是一路上那些傻里傻气的枝微末节。你知道我们每天啊，花力气把自己，像我平常在家其实就超邋遢，然后我们家在那个水牛书店旁边，所以我每次开会或采访都会约在那边，然后出门前就会，如果你要拍照你就得打扮一下嘛。可是我平常就超邋遢，但是真正让我们每天这样光鲜亮丽、快快乐乐、耗尽心思的，不就是希望我们出去的时候是美丽的吗？就是这么无聊的小事，是支撑着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而不是我们已经得到终极的幸福，所以我们就没事忙了。你知道他的情妇到了，什么厄图德号社区的什么幸福修道院之后，每天就是穿着白色的衣服飘来飘去，然后很幸福很幸福。然后如果你想做爱，你就找个人做一下激励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就每天就很幸福，然后吃着木树芽，然后他的外号就叫棉花糖。然后可是在那样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有一个东西隐隐的刺着他，因为他去的那个修道院非常靠近他跟 Edwin 第一次发生关系的那个喜来登旅馆。喜来登客栈，对。然后他每天经过，他就会觉得他内心有一个名字。其实让我们活着的，并不是我们已经得到幸福，而是那些对过去的牵挂或对未来的盼望啊。其实这本书是一直在讲这些东西，就是
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多琐碎无聊的小事，其实是那些小事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，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很幸福了，所以我们已经是更好的人。他，对啊。然后他那时候想要说服妹回到他身边，他就说：“我不晓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，人类的语言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片语就是当初要是和说不定有一天。”就是因为其实他被妹赶出来，当初要是他没有很愚蠢的说那段话，他跟妹就会有一个结果。然后他其实他跟妹说完这么一大堆话之后，妹其实在门外等他，但他没有追出去，所以当初要是他追出去了，他的人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。然后他就说，我们的过错和我们单方面的渴慕，我们追回的和我们渴望的事物，这就是我们人活着很重要的核心啊，就是并不是一切都已经圆满具足了。如果一切都圆满具足，我们在那边干嘛？也就是因为一切都那么的不圆满，可是我们如何在这么的不圆满里面得到力量走下去？我们如何学会跟悲伤共存，而不是拒绝看见悲伤？因为他把这些告诉他女朋友的时候，你看，他把这些告诉他女朋友的时候，他女朋友就说：“我不想要听到这一切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可是妹，这个世界并不会理会你小小的拒绝啊。”所有的悲伤的事情、不快乐的事情、痛苦的事情，并不会理会你的拒绝。死亡还是会发生，痛苦还是会发生，年老还是会发生啊！这一切都不会改变。然后他后来他在逃亡的途中，因为你们不要忘记黑手党只要追杀他，所以他在逃亡的途中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朋友，跟他讨论喜悦这件事情以及存在的本质这件事情。他讲说，喜悦是稍纵即逝的，虚幻无常的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永垂不朽的打算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段。他就说物之哀，因为他们很喜欢讲一些无法直译的字，然后物之哀是一句日文，也是一个无法直译的字，就是万事物的悲哀。万事万物中皆藏着悲哀，连喜悦之中都有，没有了悲哀，喜悦就不存在了。他就在跟他的女朋友说，你不可能拒绝这个世界的悲伤，你不可能拒绝悲哀，你不可能拒绝痛苦，不可能。我们活着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，你就算去了灵修中心，难道你就不会想起过往的一切？那个 Edwin 的名字还是深深的一直在刺痛着他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喜悦是在雨中赤裸着身子跳舞，喜悦是异教的、荒谬的、带着欲望与悲哀的。制服不是，制服是死后要去的地方，就是平静 peace 幸福。对，那个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。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稍纵即逝，我们的快乐也是稍纵即逝。我们等一下喝了酒，大家喝醉了，姐不要挂怀，也不过就是一个下午的事，只不过被录下来而已。对，就喝醉的是我。所以其实他在讲，喜悦是一件，喜悦的本质是什么？悲伤的本质是什么？对。然后好了，我就只能爆梗到这里啊，因为在记者会不小心爆太多，被提醒了。他就说，他要离开了，他要向南前，他要去找那个大师，因为他决定他要去把大家从幸福中解救出来，他一定要决定终止这件事情，然后。他说他要重整喜悦、痛苦与人生的罪恶与欢乐，让他们各归原位，因为不可能只有幸福。这一切是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组成了我们的人生，而不是只有平静穿着白袍在木树田里飘来飘去组成我们的人生。然后他最后写在讲说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谁？我们不是我们拥有的财产、金钱或社会地位。我们是我们的性格、我们的弱点、我们的奇形怪癖、我们的挫折和我们的恐惧。哎，那天有人问我说，五月天，因为五月天最近不是很红嘛，然后一周刊就来问我说，我为什么会喜欢五月天？这样，我就说，因为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小石头，然后我们听五月天的歌会得到一些振奋，然后我们会知道，我今天碰到的挫折没关系，我明天会好一点点。就是你知道，我今天踢到一个人生的小石头，被小石头绊倒了。可是我明天可能就不会踢到那个小石头，我可能会踢到别的小石头。但是我们的人生不就是每天每天都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吗？然后，所以这本书出版了之后，我帮他下了很多的文案、跟 slogan、跟标题。书腰上面是写"
尽管生命如此悲伤，我们仍拼命追求快乐。就是你知道，真的，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他妈的烂事，但是我们多么的努力。可是后来我又把它改了一个 slogan， 叫做在混乱的人生中，我们努力的让人心疼。其实我觉得是这本书想要告诉大家的真正的重点，就是你知道我的工作就是画重点，告诉你这本书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。然后其实我觉得他在讲的是，人生其实很徒劳啦。我觉得人生蛮徒劳的，因为我们终究就会死啊，就是很徒劳。可是你知道，在这些过程中有这么多徒劳的努力哦，可是我们是这么的。有这么多徒劳的事，但我们这么的努力耶，我觉得那个努力的身影是感人的。我就觉得有点，他有点像唐吉诃德，特别是他在讲对付秃头的那一段，然后喜悦的那一段，那真的蛮好笑的。这样，他就讲说，那个是一种英雄式的行为，就是说，你明明知道死亡会来，但是你还一直对抗它，那是一个很棒的事，让人感伤的。他就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有一天再也不能看到酥油盖头，我会这么的难过，因为大家已经放弃努力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其实后来这本书，我觉得，如果要讲它有什么，真正让我想要出版，以及我很喜欢的，是因为我最后读到的是这个。就是在混乱的人生中，我们努力的让人心疼。然后我也非常希望他有确实的传达给你们，就你们看完这本书之后，就可以那个我的脸书啊，你们可以跟我讲说你们看了以后觉得他怎么样，这样子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本书的部分。大家有疑问吗？没有疑问，我们来喝酒好了。我讲完了，没有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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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喝酒喝酒喝酒，你们喝哪个？割耳朵的吗？好酷。